回国差不多有两个多月了。啊，你是刚刚回国，你是因为疫情嘛，所以那边应该不太好。嗯，那边不太好工作，然后在。哦，是不是刚回来？回来，不过我隔离够了啊，我隔离到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肯定回国一定要隔离啊。嗯，隔离好了。啊、我觉得你的生活是挺好的，就是写作的话是可以慢慢练习嘛，就是用手写的话，其实现在我觉得现在不用手写的。一般都是打拼音，打字就好，打拼音，然后用电脑里面一些做报告。以前我也是在那个工业区，也是做翻译的，然后做部门的管理员，然后也是给一个台湾公司做的。啊，你是工作过，就在台湾公司工作过？对，就是在我们永福。啊，你的老家是不是在永福这里吗？我老家不是，不过我的户口还没迁下来，我这里有家有房有地。哦，然后因为我那老家那边的话，还有好多地还没有搞过房产证嘛，百干。啊啊。嗯，然后就是我妈，然后现在我妈的户口是在这里的嘛，然后我的那边的地还没有办好那个证件，我进去了，然后就我还没能迁回来，不过现在我一直在这里住的。啊，了解了解。哦，但是这里老家还有好远哦。啊，了解。